彰化县各界庆祝中华民国99年国庆大会暨才艺嘉年华会活动，10日上午在彰化县立体育馆举行。彰化县长卓伯彦与各界贤达，以及县府各局处一级主管与各机关团体代表与会，会中聚集超过5500位的县民踊跃参与，共同欢度国庆。卓县长表示，今日庆祝国家生日，在现场一起唱国歌时，听到在场每位学生用力唱国歌，用歌声表达对国家的热爱，这是代表了彰化人热情爱国的精神。同时并借由中华民国99年国庆的佳节，呼吁大家要更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光明前途共同努力。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99年的国庆，我们首先要以感恩的心，感谢曾经为这一个历经艰辛的国家，为这一片美丽芬芳的乡土奉献心力、做出贡献的每一位先进的努力。我们同时也要彼此互相的勉励，团结一致，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共同努力。我们彰化县在全体县民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扮演好每一个人的角色，活者人之基，仁者心之气。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要追求彰化的繁荣进步，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日益精进，整个彰化自然就能够脱胎换骨，令人刮目相看。咱中华人真有福气，咱中华人也真打拼、真认真，所以咱中华争取到民国100年全国的运动会要来咱中华举办。到时阵，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贵宾，咱都会邀请来咱中华，大家来看咱中华的进步，来进行有史以来最精彩的全国运动会。到时阵，咱嘛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参加。我们在这边也深深的期许我们彰化的每一位年轻子弟，就像今天的朝阳一样，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年轻的热情。让我们共同的齐声高呼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中华民国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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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快乐。谢谢，祝福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我们彰化繁荣进步。各位乡亲
大家健康平安，幸福久久，快乐久久，平安久久。谢谢大家，祝大家，谢谢。今年的国庆大会特别邀请四对今日结婚的新人，以及十月份出生三对双胞胎与两位寿星和卓博远县长共同唱生日快乐歌及切大蛋糕来庆祝国家的生日，也为国庆再添喜气，现场气氛欢腾。庆祝大会结束后，随后展开第二阶段的才艺嘉年华会表演活动，包含各校联合鼓号乐队的演奏，整齐划一的彰化女中一队表演，展现力与美的金城中学啦啦队，秀水曾厝社区的舞动金龙以及南郭国小的小提琴演奏等表演，以悠扬悦耳的音符及特色舞蹈震撼了参加者的心弦，现场民众皆给予热烈的掌声，为他们精彩的表现予以鼓励。